最近红薯成熟了，给大家看。我们亲戚家的红薯给我拿过来一大车，要帮忙销售。今天我们要用红薯来做美食。我们把这种长得丑的、大的、特别大和特别小的自己做吃。我们这个红薯都是沙地红薯，你看，这个上面都是沙沙的。我们把红薯洗干净啊，把皮给去了。今天准备炸一个红薯糕吃，然后再做一点烩菜。然后切成片，需要上锅先给蒸熟。好嘞，上锅蒸。好嘞，我们找个大盆倒进来，倒成红薯泥。好燃呀，这个红薯！看这红薯多燃！把红薯倒成泥以后，我们就在这里面开始和面。放一撮小苏打，把面和红薯拌起来。好嘞，醒面十分钟，面醒一醒就能炸了。现在我们来烧点油，盖开，擀成一个大面片儿。锅后一厘米左右啊。找一个咱们家里面常用的水杯或者桶头就可以啊，塑料桶啊，这样把它扣成圆饼。这样就可以炸了。扣下的这种边边角角我们把它切开直接炸就可以了啊。哎呀，看这个饼饼软软的，好吃吧，刘总？好吃了。红薯上来咱要打包红薯，你们俩要注意些。啊，烂的、小的、太大的都切出去。嗯。啊，来嘛，咱俩再吃一块。哎、啊，我再来一块。切吧。嗯，这个真好吃，太甜了。我还要来一个。多吃点啊。刘总好好吃啊！吃着我都吃第五口了。吃完再给我们送一箱酸奶，我们酸奶加钱喝的没了。多大点事儿、啊？小子，嗯，这龙龙家是咋考虑的？哎，你给我考虑一下，还是我好好卖我啤酒和卖我的酸奶吧。嗯，那你把那天吃的东西吐出来。下次你给露露家时候，我该大不了多拿点酸奶嘛，再拿点啤酒。不行，我要回家再考虑一下。对对，也不用老公一样。把鸡那个考虑一下，没事，鸡考虑一下。鸡考虑一下，一百个啊，吃鸡来了。哦，我再吃一个啊。喂，你再尝一个，我是二杯的。我怕你走后招。好嘞，二杯鸡啊。
对，挤你个朝代包袱了点，就是死才活也高啊。楼楼的家现在就这么个情况，你包一下我包一下，要包起来。哦，你去急忙不急忙？嗯，你不来一下查到几万个嘞？哦，等你方便的。明儿走。嘿嘿嘿，太贵，哈哈，太贵，考你一关。